Hello，没有六分了，我只是想改一个直播的标题，然后我就关掉了，重新开的。看到我新的直播标题了吗？我说我带你们看真的。Hello，Hello，Hey。请给我舞台，Hello Hello Hey，什么都可爱，Oh Hey Hey Baby，因为有你露出了梦的转角位置，因为有你偏爱有你，好了，收，收了，开灯了开灯了，我的灯在这呢，开关在这，已经开灯了，白的白的，没有了。哎，也不是今天嗨吧，其实就是拉完票了就很嗨了，不也不是说一定今天嗨，当然今天可能更嗨了。首先要先谢谢大家给我的投的票，速报的票，非常谢谢大家。脖子还有事吗？还好吧。哎呀，是吗？满员了，还不睡吗？要睡了呀。我准备答谢直播一会儿，然后就要准备睡觉了。可能我今天晚上真的要稍微早一点睡了，不然我这个发际线真的我要去植发了，我真的要去植发了。现在是涂了发际线粉的，然后我想把这一块头发植一点头发过来。你看我这边的发际线就还 OK，我就往这里植两根头发过来。哎。植发太贵了，植不起，我们只能植那么一根两根的，也不是两根了，就两根三根的样子了。对，然后要非常感谢你们，为了今天晚上的速报给我投的票，还有这几天这从咱们总选开也不是总选开始吧，就是开始集资以来，所有为我。集资投票的每一个人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突然正经的跟你们讲话，是不是有点不习惯？不客气，不要跟我客气吧。该谢谢的真的还是要谢，谢谢你们，真的谢谢你们。彩虹屁吹累了，所以啊，我今天给你们吹的彩虹屁可还 OK？今天给你们吹的彩虹屁，哦，现在头发感觉很多，很非主流，但其实只是因为我里面打薄的头发，它可能长出来，然后支起来了，就会觉得头发有点多，涂一下也是彩虹屁吧，也算是彩虹屁吧，其实我不是很会讲彩虹屁，什么时候我说了呀，我说在总选的前几天用那个泡沫染发剂把我下面的这个颜色。弄成上面的这个跟上面差不多的颜色，因为现在我头两边头发已经脱节了。你看，就这一块，回头去植。等我赚钱了，我就去往这里植几根头发，然后它长一点头发出来，就这一块。反正我的后面头发多，随便毛囊都可以。啊，你秃顶了呀！跟我看，你个女孩子家的，你地中海了，那怎么办？你怎么嫁的？没有，我没有说话。你怎以后怎么娶还娶人家啊？最怕。空气突然安静。我给你送一点头发，真的，我头发挺多的，我回头给你送点发囊。还有哪些粉丝需要头发的，我给你们送点发囊，真的，我头发挺多的，送给你们。他以后要娶人的嘛，肯定。完了，他不说话了，他会不会把我拉黑了？把我已经拖回小黑屋黑名单了，完蛋了。
哦，活鸡鸡。要备一个新群好了，有新群了吗？好的吧。是我过人找的孽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应该伤害这位粉丝，我以后都不会说你们再说你们头发少了，送给你们我的头发。我没有突然安静，只是突然说，哎，祸从口出，感觉太伤别人的心了。哇，谢谢。他网不好，那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听到我刚说的话，不要告诉他。嘘，真的，其实我还蛮喜欢往这边分的，但是这边真的头发很少，回头，哎，真的，我去植一点，植两根，我去跟公司申请植个头发，不然的话真的好土啊。对，我进圈了，有点卡吗？我不知道哎。我寻思我植个发应该要允许我一下吧，就那么两根，我植个两三根就好了，也不用植太多，就想把这个缝缝填一填。你看我现在，就这边还 OK，就是把这里往前面一点，就刚好也这样的话，就应该好很多。对。我们 staff 姐，就是我们妆发姐姐说，我这里是不是有个旋儿，然后头发就很少，然后而且中间这个就前面的刘海那个头发到处飞，就是不规整，就是会这边一撮那边一撮，可能我这有个旋儿，然后就会有一点奇怪。是吧？睡毛可爱，哪里可爱了？谢谢你们的投票，是吧？可是为什么一般旋儿不是长在这些地方，后脑勺这些位置吗？为什么会长在这个地方？经常换位置分就没问题。其实是说拆东墙补西墙嘛，但是我后面头发多的话，往前面这些地方，往前面这个地方挪一直一点的话，那应该还 OK 吧？我觉得。哎，其实我觉得植发这个不是什么问题，以后可能真的是社会上会兴起一股社会的潮流的，就我们现在这代年轻人这么熬夜熬下去，真的，以后肯定是一股潮流。对啊，我是真的炸毛了。哎，染发哦，我怎么能引领得起潮流啊？是啊，前面有事儿，真的怎么分前面的头发都很奇怪，就是明明你中分嘛，你这样中分的话，然后前面头发就会有的头发就会往这边，有的头发就会往这边，就不能完全中分的那种感觉。很奇怪，今天眼妆好困吗？乱画的，好，我不撸了，不能再碰它了，让它哎长一长，你看这里，挡一挡，自来卷儿，啊对哦，自来卷也其实也挺惨的，我觉得，你们睡吧，拜拜。二老公是什么？你大老公谁啊？二老公是什么？这位朋友，什么鬼？你们去睡吧，我直播到12:40我就睡，真的。
怎么了？我零零后还不能贴你们年轻人？我零零后不叫年轻人吗？我05后虽然说现在可能还是个儿童，但为什么就不能理你们贴你们年轻人了？你们是不是瞧不起我们这些儿童？啊？过分。你们还专属派对哈？专属的派对不约而同是吧哈？你们就嫌弃我们这些儿童，过分。我05后，你们愿意的话，我还可以是10后。哼哼，我2010。15后就过分了哈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完了，那个朋友半天不说话了，真的不会被我伤到心了吧？哎呦，哎呀，我真的童言无忌，也不是童言无忌，都已经成年人了，为我说的话负责，以后我再也不会伤你们的心了。哎。啊，没听到，那就没事了，那没事了，那不管了。为什么会选那个跳啊？本来有两首歌备选的，一首叫什么来着？我看看。本来是想一首备选是 Sorry Not Sorry 那首，然后一首是 Numer，然后呢我就发到群里选，然后他们选了 Numer，也不是他们，就是我，这首歌呢其实更能展现一下女孩子的那种魅力吧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本来排练跳得好好的，结果越往后排越往后练，每个人都越跳越帅了，莫名其妙的收不住的帅气。练习室啊，这几天我会尽量的录的，不过真的那个 Sorry Not Sorry 还真的蛮好听的，你们可以去看看那个舞蹈，也是 Produce 48的，但是挺难的，完了，我觉得我现在笑笑笑着笑着有点像笑得像张润在笑了，被。最近我们很喜欢学他说话，就我们队很喜欢学他说话。前辈，呵呵，我晕。什么？我没有。我晕。然后我们这节就在学他说话。前辈，就一本正经的跟。然后我们今天我们 staff 姐姐就我们助理姐姐逗她，然后她真的感觉她一本正经的在回复姐姐在逗她的话，就感觉她真的当真了，然后我真的分不清她到底是当真了还是知道姐姐在逗她，好可爱。哦，突然想到等会还要给曼慧转钱，今天她帮我买了个鸡翅包饭，她上周还帮我买了眼镜。哎，这几天这2周我都没怎么去东方宝泰，我今天就去了个宝泰拿取了一下我的眼镜，然后就没有去买吃的了。我还会模仿什么？我还会模仿大小乔。姐姐，你要爪子吗？姐姐，我今天给你带了衣服，你啷个不穿呢？妹妹，你快点过来，妹妹要走了，妹妹快点。哎呀，我姐姐要去开会了，我要去跟我姐姐开会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对啊，他俩私下是讲四川话的，他俩都是互相四川话对话的。姐姐，你不要这个样子嘛，不能磕。还是稍微分得清啊。好了好了，40了，我要关直播了，拜拜，晚安。
我真的，我今天就说句好甜呀，然后他，然后小乔就说不能磕，前辈不能磕。好了，拜拜，晚安晚安，谢谢你们，再次对你们说声感谢，谢谢所有集资的朋友，还为我投票的朋友，咱们中报也不是中报再见了，咱们下周公演再见吧，拜拜。